现在就是在搓在上面。啊，而且会藏起来，所以用正面看是看不到肥料球的。超好用的手掌，直接来给它上去。然后呢，其他科我们就可以，这个就可以把它锁住。终于，我好犹豫啊，有一种完成某件大事情的感觉。而且刚刚不要绷太紧是对的，因为现在这边还会再往下加压，所以你刚如果绷太紧，这边一定会是就会太进去。我们今天来开箱我的人生中第一包水彩用，然后现在要先打开它，把它泡开。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我想要用封口夹，等下再把它夹起来。我希望是可以拉出一个三角形的口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太好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要怎么夹嘞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勉强这样夹，它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够碰到水汽的。好，这样就有。好，现在来泡一下。公斤装的奥氯肥，然后来给它做施肥，这样我们现在把它剪开，然后搞不好也是可以用那个，应该就可以拿出来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对，现在就可以把一小包一小包从那个口中抽出来，赞。好，现在拿出来泡。传说中的树脂，对，这样应该就有了。好，
先这样。现在到这个最期待的时刻，直接来换。我先换。我们老朋友，要用这个超好用的手掌，直接来给它上去。好，超简单。然后树皮也先，我们取各半，然后剪掉。这只登场率超高的老朋友，来，我们首先呢，按照我们看到的教学，我们先把这个我们本体量取出，好，然后注意我们的芽点，啊，这个芽点很显的，这个芽点在这里，连我都知道，然后12点中方向，因为如果你反的话，就变这样子，不好看，然后这样它生长等等，然后对称。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直接把它放进去，我觉得超凶的。可是我觉得直接放进去，就会下面是空的嘛，好，所以有些事情不用多问了，就是自己变通就好了。这个手掌本真的很好用，所以就直接先用 GoPro 的脚架卡在这里。这本来就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接线，我觉得把它垫到这个高度附近会比较理想。才不会让它很快就掉下去这样。好，大概像这样掉出来，然后把整颗蜘蛛卡进去。然后手掌盆的一个优点就是，如果你后来后悔了，或是你装错了，你还可以再换个方向之类，就非常的容易。这样就装好，接着我们再用树皮跟眼线，把，其实这应该算也快，装到1/3，所以大概比例会是1/3树皮眼线，然后1/3。对，1:1:1，好，的这个野仙树皮跟水草，好，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本身树皮就超干净，所以直接用手摸没有什么问题。这光看就知道这超透气，再多一点。好，然后大概这样1/3满了，我们最后再来把它。放一点水草给它保湿，第一次换盆就完成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么凶狠。好，等下再放个肥料上去就结束了。好，赞！比我想的还容易，而且边聊边做，这样耶。然后等下再来放完成图。进展顺利，我们就要换我们的第二颗，我已经从盆子中拿出来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一样，我们现在量一下哈，这个找到芽点，哦，芽点就是这个毛毛的东西，有做功课知道吗？芽点长这样子，叶子长得好可爱，所以毛毛的地方是正上方。然后为什么它这个会长这样？
所以毛毛在正上方的话，好，这边就是它正面。哇，其实它有点大颗哎，所以如果你光这样子，其实你还卡不太进去。看一下，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斩首的画面。好，这样塞进去。哦，所以它这样塞进去会差不多，刚好这个位置。好，嗯。看一下，对，叶子跟脸，那不要再清洁一下手掌，对，大概是这个状况的话，因为我不确定，如果我把它连着这个一起在外面，会不会变成一种让它根部跟那个有点脱离？我来试看看。不过好像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嗯，不行，感觉到有点紧，这样感觉会伤害到它的根部。那我就把它塞进去咯。这个长得好像有趣哦，它应该要我们的对称，真的。好，它会长这样。哈哈，啊，冲个水让它长。这个方便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冲个水，它就变得很干净。然后好样子，下方保水，好，好，没事，应该也快，比较有限。听说野蟹好像更不会分解什么有机质，所以好像不会更不会长香菇之类的，也是要上大板的紧张。好，差不多这样。那我们主角水草，OK， 于是第二颗换完，我们决定来挑战我们老大。赞，耶，长这样。好，这个都把它剪进去，不要浪费了。Yeah. 好，我要挑战真正的大阪 and 爱丽丝教何其美，好，我们的新朋友，这个难度还真的有点大，有叶有脸，哦，还能简单，方向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来上板，它，啊，好容易倒，我先给它躺着一下，耶，yeah.。好，我们的大 boss 要来，首先，好。这个地下有点脏，不过应该还好，毕竟 you know 鹿角石。好，感谢，昨天店家已经帮我安装好这个板子，不然我还要自己钻孔。不过这看起来是蛮好钻的。好，我螺丝起子跟其他都准备好，按低一点。有，好，特写这个板子，拍水只能拍这个角度，请大家多见谅。哦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哦，鱼线、螺丝起子。真的不行，我还有电钻、剪刀，然后我们施肥的这一颗，然后我妈的螺丝。好，于是我就小心哦，你可以先一把我六颗，看起来就是北梯压的西堆，这个比较耐用。来，首先经过我做功课的结果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先测量一下，然后这个。它这个罐这么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留一个空间，所以在一半三分之一，好，我们就大概在这个三分之一，甚至四分五分之一的这个位置，不然这样如果太，讲好像也不错，第一次上班有点紧张，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球球，所以可能要这个位置比较好，这样，那
你拍个照，你看起来好漂亮。工作图，等下可以移一下球球的位置，这样，我来弄个架。这样比较好，好像有一点，有好一点。来，真正的难关，你来戳那个球吧，这好大哦！哇，这个难度不低啊！你看脸已经长好了，所以我觉得买这个其实很划算，因为它已经几乎是成体了，该有的特征跟那个，它就是因为有何其美，所以它这个超大的手。好，然后爱丽丝的手也很大，那我们就画上来看哦。先把圆抓到最大，看看可以画出多大圆哈。我们就不省了哈，全部的水草，因为今天最后一颗。好，还是会挑到一些小小的树枝。哦，其实现在心内心是百感交集，因为直接越级打怪。连基本都不会，突然间玩最大的，直接就上板。所以当初就挑战好，直接买了我们这一颗，算是完全体吧。然后我后来知道，就是这个不管你用野仙还是树皮，关键就是给它排水。所以坦白讲，就是开心就好。我现在开始担心我们水草是不太够用。好，哦，超大的球，好漂亮哦，比想象中顺手。好，然后我想把这个托盆，我们的花牌，耶，啊不，就这里，对，真的是爱丽丝雕和奇美花牌，弄好。然后花牌我们也弄个。漂亮的地方，可能我想说弄在上方嘛之类的，在这里，这个先放旁边。然后，关键是我们的本人，因为还是要给他托盆之后才可以量量，需要多少 size， 然后水草什么之类的。那这个枯叶我们就把它剥掉，不用客气。好，然后现在已经很干了，所以刚好托盆之后。哇，它的叶子连在上面，那个旧的连，哇，有点成熟。好，现在就抠得出来了，因为我也很怕在这过程中伤害到它，虽然应该是没那么脆弱。但是现在是尽量保留它。哇！现在再不换真的会有点晚。好，好，一样，好，接住。现在很庆幸它是黑软盒，那如果不是黑软盒，我会爆死。这越级打怪连第一关就遇到这个状况。好，我们所有每次换盆，哎，它有两个牌子哦，每次学到都是一样的哦。这种情况不要急，你急就会出错哦，就会有一些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情。对，慢慢。还有一些组织已经粘在这个盆上，不是最理想的状态，但也幸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换盆。好险是黑软盆，还是出不来。危险动作，因为我们建议是要一只手扶住它。好了，有了啦，有没有？有了，挤出来了。
好 ，OK， 超密集的这个，很难得进入到这个画面。因为它的厚度比想象中厚，所以可能这个调整了中间的这个厚度。一起看里面整个都是叶线跟这个，甚至对我觉得我可以整块进去就好，这样才不会太大一球。第一次换这个实在对我难度有点高，但还蛮好玩的。现在看得出来说红水太亮，然后烧型有点少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，那大家缓解看一下。我觉得有点太少，黑棋这样刚好。我觉得有点少，我们再抛一点，半小时后再回来。面对现实。水台面跳出来的裤子。好，我们终于隔了一个多小时，我还到垃圾到尾收泡水台。第二批出。好，现在。最后一次定位，哎，它这个头已经真的有点大，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给它一点行走空间。好，尽可能正，来吧。第一次弄就弄那么大一颗球，实在是蛮有趣的。我还学到一招，就是说这个毛水已经花多久了，就是说呢，如果弄完之后，哎，这个罐这边有点塌塌的，我还可以再补一点水台下去，是我们学到的技巧。这球超大颗，这个一般的竹筏钢粉可能装不下去这个 size， 壮观。我已经开始烦恼，这个到底要用四颗螺丝还是六颗螺丝？然后这边手很塌塌的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学会做造型了，这样好。压的，这其实不太好判断，但是我们是尽量的。看所剩不多，好，啊，把它稍微修饰一下。好，我已经尽我所能的搓出了一个超大圆。好，现在就是来，该是时候让我们来大 boss 缠鱼线。好。据说它之后长出来，它会覆盖整个，所以这个也当作是最后一次。希望以后不要有补水台这个必要。据说这个戒指也会给它比较营养，然后生长之类。按照我一个素人的经验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的。好，现在要来
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事情之一了。哦，上螺丝，因为坦白讲，我不知道装不装得进去。我们先装正下方。据说45度绞进去，进不进得去呢？很好，哦，用普通螺丝就进得去，实在是很快乐，不需要拿电钻出来，太好了，蛮疗愈的，用手动戳得进去的这种感觉很棒。再拿三个，有人绑五芒星，有人绑六角，那我以我一个新手来讲，我先绑四角就好。最困难的位置真的是第一次弄的，很多时候什么定位什么之类都没有把握。再来就是尽力吧，是说其实觉得做还不错。又拍着那个 GoPro 太难定位了，这个如果我把它拿起来定位，它就跑掉了。哎，好快乐，我们不用。不用电钻这件事情真的是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，这个到底四颗能不能绑好呢？我觉得应该要可以。这个是一个智力测验的场合，看起来是这里，对不对？正中。这样，好，漂亮，进去了。哦，这个时候可以再三确定，不要到绑一绑发现没有的错了。好 ，OK， 没事。我是觉得啦，很多东西一开始先不要强迫整个完美主义，才有可能把它做好。好了，刚刚搞的好像很简单一样，并没有。好，鱼线，刚好稍微瞄过一下哈，这个看起来很明显的线头了，还有 QC 的这个纹章，把它贴在底部，然后中间感觉还有一层膜。顺便开一条鱼线，人生第一捆鱼线。好，好，我看过很多人都是先从这边开始绑，然后据说一开始这个没有诀窍，就是死结死结，很抱歉，营养液遮住了。不够死。再一个时间，好，压力最大的第一条线来了。发现我的蜘蛛老是偏上方，不要带，不要带。哦，这个还可以后悔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通常都是在两根钉子的正中央这样子。我想一下，是不是要调整一下，下一点，那不会那么高。
这样绑起来会比较稳一点。好，稍微调一下，没有到很下面，但是也不要太高太夸张，因为钉子。好，这样感觉更圆了，至少我觉得这个左右边先变好，其他的再说。好，加稍微偏上，但是已经比刚刚来说算是好很多。为什么这手会在这里？不对，这一只应该要，它位置很刁钻。好，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空间。因为我们跟很多 YouTuber 学了很多，但是说不要压太紧啊之类的，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就不要适可，不要过度，适可而止会是最美好的状态。第一次就绑了巨大手，考验。超大球球，这鱼线还真的不能动。哦，这样应该第一层就 OK 了。好，好，换锤子，锤子这边就现在就比较新的，也要绕过一个大手。现在感觉的话，它有一点稍微往上这样子，我就要在这边给它修正一下。
侧面。对，是说绑稍微有点翘翘的，然后也不错，没有说一定要到水平。当然，既然我发现了，就给它填一填。这样以后那个肥料的可以直接插在这里，不会被发现的。这个蓬松度不错，就不会到太紧，很好。等下再来补其他。刚刚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新手状态，所以我不知道该卷多少线，导致一直在补线。看到过两只手，这个到底谁想出用鱼线来绑的人聪明？因为鱼线真的是一个成本低一点，然后又美观，然后效果十足的东西。过程可以发现到一直都很轻，所以就很怕我不小心，要去给它捏一把。就没有伤到这个手，我就很骄傲。四面八方都固定好了，然后鱼线那个材质实在聪明，是它非常的软，所以然后
有趣的来我先投了，哈，先投包里面来，有了，好，哎，刚讲，最后那个打结不简单，我线流太短了。一个结，哦，再一个结，好，有了。哦，让大家看一下完整图，好累哦。小姐完成还不错，算蛮远的。最后来做一个收边，哦，把它修整齐，然后把这个剪线。把那个线头藏起来，我先藏进去了这样，那这边就可以剪。那地板超脏，我的妈，对不对？嗯，搞得来不？这样，好，耶、yeah ，好，第一次大功告成，我来塞一塞，这是大家传说中的这个。最后整理的工作，然后有点白目了，线要留太短了。Yeah. 哦，也花了20分钟。完成拍照，最后呢花牌，我一定要是直的，其实不是直的，现在可以补，你把它戳过去。嗯，这个洞不就是给我们戳的吗？有了。耶、yeah。就不要这个最难做。好，然后呢，其他科我们就可以，这个就可以把它锁住。终于。哇，好疗愈啊！有一种完成某件大事情的感觉，而且刚刚不要绷太紧是对的，因为现在这边还会再往下加压，所以你刚刚如果绷太紧，这边一定会是就会太进去。小朋友，这个最小的，我们直接给他，就是排水通孔，树皮也先，如果太干了，改天再来给他加别的东西，再来给他加点水头。好，基本上是这样，先把它拿一些起来，然后不会太高。Okay.
酱，改天见。不买，要不要了？看来原本是不是有点太湿了？现在蛮漂亮的，耶，红橙，然后花牌，柠檬，赞。肥料应该弄一包就够了。加一包而已，耶！别让它掉出来就，行。那好歹整个包得进去，不然难看的。好嘞 ，good， 刚好一包，两包可能很多。我在上面，啊，而且会藏起来，所以从正面看是看不到肥料球的。哦，这边才看得到，然后给它浇一点点的水。然后顺便一提，我们刚刚另外一盆鲑鱼，鲑鱼鹿角蕨，小心。然后我也给它弄了一点肥料，这样。这颗花牌不见了。这是我们的刚刚的小柠檬，放在这个篮子里面。还有颗，其实这种就是手很长，很可爱。旁边都有点多，赶紧再整理，说怎么摆比较漂亮这样子。耶、yeah ！好好长大。